柴姐，柴姐，对不起，我把工作服给……怎么回来了？刚刚一个帅哥给你送的呀。他来了，他真的过来找我了。哦，对了，这还给你留张名片，说今天晚上要到这个顶层的餐厅等你。我说小七呀，你才刚刚工作，怎么就跟客人勾搭上了呢？我就是我，我是在表扬你，我就是需要像你这种可以迅速跟客人打成一片的员工，知道吗？哦，柴姐，还有多少外卖要送？我早点送完，早点下班。你还可以送外卖啊？当然了，我现在浑身充满了力量。小七啊，你果然是奇货可居啊。我先上楼了。柴姐，我回来了。柴姐，柴姐，别喊了，这里我已经全包了，你只需要服务一个人就好。柴小七啊，柴小七，人家大金主亲自请你留下，你怎么能拒绝呢？赶紧回去。可是柴姐，我不是已经下班了吗？你什么意思呀？不能加班吗？怎么这么自私呢？不能为别人考虑一下吗？为我考虑一下吗？为这个店考虑一下？难道你非要去见那个大……我加班，我加，怎么加班都行，加班使我快乐，加班使我愉快，我热爱加班，耶耶。这位顾客，所有菜品都在上面，请您过目。不用了，把你今天送去酒店的餐全部都给我上一遍。厨房。嗯，他们都已经被我遣散了，这样吧，你自己做，顺便再给你自己做一份，等吃饱了就带我去见方烈，就是今天你放走的那个人。不好意思啊，本餐厅没有外包项目，而且本人我呢只会送外卖，不会做外卖。如果你不满意的话，您就去别家。老板娘，我做外卖谁不会？你等着，我给你做外卖。做外卖使我快乐。无良奸商，简直跟金克拉的石头一样，又硬又臭。等着，马上就来。这是什么呀？哎呦，地球上的东西也太奇怪了。小波，你快帮我查一下资料。小波，我不就是给你倒了点酒吗？你至于不说话吗？那算了，我自己想办法。然后再加，加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在做饭啊。拿灭火器过来。灭火器长什么样子？是猪吗？啊！我。荷尔蒙太刺激人了，我感觉我好像要死机了。你能说人话吗？